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明。咱咧讲民以食为天，讲到食食，毛人讲先顾巴肚，食顾腹肚，人逐工拢爱食。一两个食食的过程，料理的过程，拢个记录落来，出册实在是真无简单。今日来宾伊较早是伫边面媒体哦写报道，走遍各地做采访，关注着土地文化生态。每下咧发现着厝里妈妈饭桌顶的料理是寡尔精彩，正做伊天涯这个部分。小连山嘛出几来本册，拢甲这个食食有关系。伊是陈淑华，淑弟淑生报道人，华美料理求对话。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来带你看伊的故事。一般人会当来买啊，啊，伊迄就是拢批发市场，然后批起来啊，拢安尼卖。有几啊种型菜无同？哦，哎，这是有有。这个像那个红叶子特别。型菜有这种红球啊。我就觉得菜市啊是一个，充满活力，就外来的所在啊！啊，你去到遐的时阵，你心情很沮丧的时阵，你去看去到遐，看到遐人咧吆喝啊，啊，都在画玲珑啊，叫人来买物件的时阵，你就感觉家主人的心情真好。菜市啊，是真济煮食的人的必备之地。来到这，有真济册本无的实在知识。作家陈淑华，记录食物的电影型作家，伊在2009年出版《导师的餐桌》，妈妈就是伊的采访对象，菜市啊，就是伊得到实在知识的来源。比如讲，我就去问迄地点的头家讲，头家，什么叫做二零油？二零油是伫倒位？你阿公，然后伊可能会感觉我足烦的，因为我大概也问讲，这块肉是倒位的肉？是啥物价钱吧？是啥物？伊佫有甲我讲啥物一块啥物特香？反正就是讲足侪名词的啦，拢是按菜市啊内底。我来甲伊问讲，即块是啥物？会开始研究食物料理，是对陈淑华离开杂志社，回去厝内，逐天食妈妈煮的菜，开始想，即个家庭料理是毋是有故事？比如讲，阮家迄当阵离开的时阵，啊，立夏的时阵，阮妈妈会煮蒲仔面嘛，啊，迄当阵蒲仔面就来台北，就先足少人咧食蒲仔面，我就感觉足趣味的，我甲蒲仔母。蒲仔面下起来，下起来，啊，下咧部落格的时阵，啊，有人讲，哇，恁家足厉害啊，竟然还佫这么传统的习俗啊，吼，还佫保留的。迄当初我想就开始要去问阮妈妈讲，是安怎哩要煮蒲仔面？发觉到各地饮食习惯的不同，开始想要研究妈妈的灶卡，嘛成为甲妈妈讨论煮食上好的伴。比如阮妈妈做那个鸡卷。阿姨的麻糍啊，阿姨就爱用咸的麻糍，不是人用毒的，伊是用咸，咸哦幼幼啊，甲人类迄线内底。啊，我有人甲问讲，是安那你爱用咸的？伊讲伊这自细汉看因遐庄卡的中埔菜拢安尼，然后他就学了啊，我就学，我就安尼我学伊啊，所以就这样互相，啊不知不觉就踏上了，对，就这一条路。陈淑华认真研究引导食饭桌的菜肴，和原本平常的料理都有法度讲出故事，也阁延伸出一篇一篇的饮食典故，嘛来写出属于台湾土地滋味的餐桌料理。淑弟淑生报道人，华美料理求对话，今日邀请到陈淑华老师来跟咱节目现场，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是啊，你好。咱拢知影你这个较早写到这个导师。诶，饭桌啦吼，其实就是你写这个食食的这个开始。其实写这个故事进程，你是照片到这个中国也好啊，还是讲咱台湾的这个文化的部落、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其实哦，写到这，你的这个过程哦，先甲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对，我开始是算讲是杂志社咧做工课，啊，走过遐侪几下个所在以后，一段时间以后，突然想讲，我开始回来阮家。有一点仔忝嘛，等下阮家开始接工课，等下厝内底做。啊，迄当阵就开始食阮妈妈煮的菜啊，啊煮食食，感觉阮妈妈
煮的菜可能我有故事哦，所以就是安尼开始我怎啊，迄当中就流行部落格嘛，所以我就甲遐我妈妈煮的菜，就平常就平常的菜，想讲，我甲翕相啊，甲下咧部落格啊，甲写一寡伊的故事。嘛应该嘛是算小看啊，嘛是算袂歹。阿拉讲小看啊，因为迄当阵嘛是还够在做遮工课在做嘛啊，记录这个妈妈的菜，只是一个感觉部落格的时代啊，感觉安尼写写会当好自己有通啊食，佮会当啊休困，然后翕相，会调整一寡家己的心情，所以嘛是第一个是佮当作趣味在做安尼。是啊，这个当作趣味在做，但是妈妈。对你开始在做的时阵有啥物意见无？无，伊是感觉讲，遮奇怪，啥人煮好的菜要煮以前，你会先啊捧去翕相，啊，搁翕遐尼久啊，未翕翕袂好，等下菜已经冷去啊，才要来食。伊通来讲，翕较紧的哦，无大人要倒腰。兴起这个相机就对了啦，所以当初，所以有妈妈才会安尼讲嘛吼。其实咱拢知影，你这本册就这个多数的这个本道啦吼，是为这个家己的这个。书，我冇看到你找这个书写就讲陶启生啊，你唔知影这张这个细细这个本头内底有遐尼啊侪这个故事。其实哦，第一个故事你本早写的时阵，写起你部落格的时阵，这个有受到这个回应是这个布阿米嘛吼。其实咱头拄只冇这个看到，啊，其实和你鼓舞到这个继续写落去的时阵，你头拄只冇讲到啊，其实。进前啊，做工课的时阵可能忝啊，啊，招聘这个东西南北啦吼，等下甲处理。这个妈妈啊，你嘛讲到这是一种陪伴嘞，对不？对，迄当阵因为进前伫咧外口做工课时阵啊，回来拢就阿妈，阿妈无时间甲阮妈妈开讲嘛。因为开始写这以后，变作开始接这个机会，伊会去问讲这是安怎煮啊，安怎食啊，啊就开始开讲。开讲以后，就变作渐渐甲阮妈妈拉近关系安尼。所以迄当阵甲妈妈的这个关系，过去应该就真好啦。过去就是。较无遐尼侪机会通啊开讲讲话安尼啦，啊，即马因为咧写菜，啊菜阁是爱食饱嘛，啊食饱以后阁会当透过即道菜去甲我妈妈开讲，然后做一寡心灵的交流安尼。亲像讲着啥物，较早无讲过。因为我就爱，其实刚刚开始嘛是要无，因为开始迄个小十年前开始的嘛。开始以后一直到今嘛，我常常拢会走去问我妈妈讲：“啊，你细汉食啥物？”啊，我妈妈来开始，因为伊细汉食啥物，啊，因为伊八十几岁啊嘛，伊有经过迄、那个日本时代嘛，啊，伊就会讲到尾啊战争的时阵啊，因拢会无食啥物，啊，拢会食啥物。开始就会去讲到迄段时代的故事安尼。是时代这个故事啦吼。啊，甲你的这个你要问伊讲哦，一个菜要安怎煮？啊，讲其实这是你细汉的个记忆。伊讲到这个日本时代，讲到伊成长的过程，多一段时，你感觉较趣味，还是讲啊，妈妈原来有经过安尼这个时代哦。对，其实即马有真侪菜，我妈妈，我若讲到，我妈妈拢会讲伊无爱食。比如讲，番薯、蚵仔，吼，这拢是因家较早种的。啊，即马你也煮出来，咱拢感觉讲番薯足养生的嘛，吼，啊，想讲足爱，足想要甲煮来食，煮番薯饭。我妈会讲你莫煮花，因为伊细汉食较无爱食，食较惊啦。嘿，啊，蚵仔嘛是，我会感觉蚵仔好好吃啊，想要煮一个蚵仔料理。我妈会讲啊，伊这细汉拢食较无爱食，因为因家有种蚵仔。诸如这种这类的，啊，伊定来讲就讲哦，咧空闲的时阵啊，因拢会煮啥物，煮不啥物高丽菜饭，吼，螃蟹蚌坑，迄个红光河内底食，反正诸如此类。以前我拢毋捌听过，因为以前无机会去甲伊开讲，啊，伊就去讲着伊细汉去拄着空闲的时阵，安那，即个故事开始，这拢是我以前毋捌听过。是的，咱讲这个菜脯羹啊，蚌架咸啦吼，啊，佮有这个都是迄个时代这个背景嘛，啊，就煮食吼。开始偷偷去认捌到这个妈妈这个过去，这是日本时代伊较早成长这个过程。啊，较你较有直接的，就是讲吼，你甲妈妈这个可能细汉的时阵有共同的这个一项菜无？其实迄当阵吼，我很期待的是阮家吼，过年的时阵，阮妈妈会卷迄鸡卷。鸡卷吼。迄鸡卷就是爱过年的时阵才有，啊，这是我细汉就看伊甲大汉。啊，做鸡卷的过程其实是。虽然咱讲人会讲鸡卷，就是甲遐剩的料啊，甲卷卷的安尼，可是
今嘛来讲，就是比较高工的行材料，爱甲拢剁油油啊，爱处理过啊，鱼浆啊，阮当迄是下鱼浆甲下肉，所以迄个过程内底就感觉讲其实足艰苦，而且内底爱下米糍，米糍，下米糍。普通是我想到就是讲用切来切油油，啊，不过我妈妈爱用喊的，伊讲伊说是古早看到迄个因遐庄卡的迄个中埔西吼来办桌的时阵，伊拢用喊的。嗯，其实喊米糍就艰苦，我感觉咧做的过程内底爱喊加呢，爱焦纹啊，嘿，爱焦纹，甲喊油嘛，啊，甲辣椒咧料内底，所以迄个过程内底，我感觉其实每一道。家煮家来底啊，诶菜些来底，感觉很丰富，会来背后，拢是爱靠手工啦，盖甲迄个味煮出来。啊，那是所以讲着鸡梗，我迄当阵细汉时阵，其实一直甲即马啦，看着鸡梗，拢会感觉很兴奋。嗯，是一道细汉爱过年一道汤阿家，普通是无啊。所以感觉伊的滋味特别好食。是啊，伊讲鸡卷啦吼，其实是有当时也是板豆菜对不？对对对，迄是板豆菜。有当时啊，你讲过年过节，妈妈烹这项菜出来，表示有特别的意义的。对对对，就是爱迄当阵教他食到这种滋味，尤其因为迄鸡卷是用网丝去卷的嘛，所以啊内底佫有菜佫有肉，所以迄种滋味对较早的囡仔来讲是足特别的，嘿，伊象征的是哦。很美味，很美味，一种菜的，爱过年的时阵到汤阿食。是，所以嘛，代表讲你较早过去这个记忆，然后对这个食食的这个记忆，也蛮当看到你甲这个妈妈这个感情的这个部分。啊，你阁讲过啦吼，其实妈妈有伫这个来到台北了后，有伫这个餐馆啊吼，伫个这个餐厅做这个 part time 啦，对不？嘿，对，我妈妈迄当阵，当我搬来的时阵，因为我要咧读册嘛。啊！伊想讲，伊晚出去，就是拄啊好有亲戚问看伊要来迄个打工无？啊，迄是一间江浙菜馆嘛。啊，学堂来伊煮的菜拢是外省菜，就是我细汉拢毋捌食过的菜。嗯。嘿啊，我妈妈伫遐学过，煮堂来互阮食就是有牛肉面啊、狮仔头啊，迄类的。啊，尤其是牛肉面，因我妈妈伊是无食牛肉的，所以伊迄当阵煮互阮食就是。完全就是要煮好囡仔食，伊家己无食的，所以尾啊，这道菜变得我甲学起来，变得阮家以后要煮牛肉面的时阵，拢是我煮的，拢是你煮的。所以看起来，妈妈对一口灶来讲，真正是真重要。你甲看过去伊这个煮食啦吼，嘛代表你较早细汉的这个关系，啊，甲这个大汉了后，你阁当爱甲处理啊，我看到哦，这道菜代表每一种故事。对，各道菜离阮家的饭桌出现，拢是有故事，有时代性的。比如讲牛肉面，我细汉捌出现着啊，看了牛肉面，就知影讲迄个是应该就是九零年代以后啊，迄当阵外省菜开始风行啊，牛肉面啊，变得台湾就代表性的食物的时阵，未来才变得就很平常。古早看了这道菜，这是细汉捌看过，所以。各行各道，我想有大家人因到厝内底菜应该嘛是拢安尼啊。像细汉咱唔捌看过什么意大利面啊，啊这是尾下才出现的。啊，你也去详细去想讲，恁到饭桌出现的菜，可能各道菜拢有伊的时间性啊，时代性安尼。时代性啦吼，啊其实啦，你冇讲过，就是讲这个妈妈这个菜啊，你永远煮不来，这个味啊吼，拢是总算是较咸较济。拢是煮袂出来伊这个味哦。对，因为我其实我煮菜应该是半路出家嘛吼，诶，也毋是讲真好煮，只是有兴趣。然后煮的菜可能第一届我是煮意大利面啊，煮较迄个诶西洋式的口味嘛，外国口味啊，所以我对迄下咸酱吼是真正来讲我是无虾米不会啦，掌握袂到伊的迄个关键，所以我常常煮出来，我妈妈讲，哎，你是唔甘下盐吼？就这种味，就是我抓袂到，我妈妈伊煮出来，因迄个时代人咧煮菜就是盐下，伊都无咧讲。你即马看食谱内底，甲你讲，哎，放几克，偌济盐。啊，对我妈妈因来讲，因绝对无即个经验，因所有煮的菜拢是伊的经验内底，伊知影讲下偌。下偌济落去就是偌济，迄是用伊的经验去
伊的人生去做经验出来啊。对我来讲，迄个真困难，迄个中间的每就是掌握不住迄个美感，到底是爱安那，甲会甲迄个味嘟嘟啊好。掠袂掉，所以这个导师的频道啦嘛，会当看到你甲这个妈妈这个互动的这个过程，然后啊透过镜头，那是有予你这个机会要甲妈妈讲几句话，你会想要甲讲啥咧？哦，我其实就感谢伊，自细汉，逐三顿拢甲阮照顾哈尼好，吼，一直自细汉甲即马，其实细汉的经济嘛无偌好嘛，买当安尼。衣食无缺安尼就对，一直一路行到今嘛，啊，搁会当客野菜，给我写册，互你写册，写一本，行到另外一条路。尤其咱来讲啦，就是讲过去是写无共款的这报道，生态好，文化也好，啊，现主席行入去这个食食的这个部分，其实哦，咱拢知影，你透过这个食食，从妈妈这个饭桌开始，搁行登去，你自细汉大汉这个中华，咱来看讲，伫中华哦，安怎养成咱的小花枝啊？也这里、個。因这个食食的这个部分，咱做回来看。陈淑华在中华出世，虽然大汉了后，带着爸爸妈妈搬来台北，不过中华食物的滋味，却是深深藏在陈淑华心内底。后来，伊嘛将关注的饮食电影刷到故乡中华，开始找找中华小食的历史源头。唯一迄当阵有感情的，就是中华嘛，中华的小食。我细汉也大汉，迄当阵凭据的就是我的记忆。我细汉的时阵，你啊食过虾米物件？迄当时我的好奇嘛，是讲，这物件敢是古早味？到底是我细汉安尼？比如讲肉丸好啊，肉丸敢真正就是讲我细汉迄当时就是上早，还是搁较早以前就会出？因为对食物有真大的好奇心，陈淑华发挥进前伫杂志社上班的精神，开始找文献资料。啊，迄当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翻文献嘛，吼。想讲，古早人是毋是迄落日本时代是毋是有记录？迄当阵还佫有一条路线，就是开始去找，日本时代彰化的迄落文学家还是作家。对台湾文学家的作品当中，看到迄当时的食物记录，有的小食对日本时代就开始买，现在佫食会到，心中是满满的感动。有名的在文学界文学家，然后他们对台湾的文学界，然后对台湾的文化有种真重要的影响啊！这食物是因很重要的支撑，我就觉得啊，这这样连结上了啊，我们的身体的，咱大家人拢是食食的物件大汉的啊，拢是受伊的养育身上的养分拢是安尼来的，就觉得充满了感动。连结里面就有了感动，然后就觉得这些食物啊，这些小食哦，拢有真有历史啊，真有伊的意义，所以尾也搁去食了，感觉如何食？七十多年前的滋味，既然甲家己细汉食的相共，食物所散发的神奇力量，将现在甲过去连接起来。中华食物的滋味，不只是细汉时的记忆，现在嘛继续存在伫中华的街仔头。离开中华以后，甲感觉讲中华的面，较是较台北部，尤其来台北以后，阳春面就是大骨汤来嘛，然后中华面足特别的啊，内底拢是有迄落虾肉啊、花蛤肉的味去炼的啊，佮有扁鱼去炼的，然后就感觉足特别的迄个汤头，敢若中华佮有诶，虾肉面应该是虾肉味，应该是中华足重要的一个味道的迄落标志，我是感觉安尼，迄是别位食过的，嘿，所以当时拢真想。等于中华，我用真想要去食一碗迄个米汤，内底有迄个虾肉面。中华小食会这么独特，是因为伫中华街仔头所散发的历史气味，食物甲生活充满关联，真侪气味是一食过，就伫心目中留下永远的记忆。其实中华的迄个就是讲吼，伊迄个它伊嘛算一个200几年的古城嘛，虽然遐城门啊、遐城拢拆了了去啊，啊，毋过迄个其他遐街道啊，拢是要维持原来迄个样貌。
讲到彰化，这个陈淑华、淑华姐啊，应该有足侪故事要甲大家分享。彰化市，也是讲彰化县，规个这个彰化，拢是咱拢讲哦，这个咱咧讲台南啊吼，是第一好食食的所在，可能彰化嘛，讲我要拼第一。哦，应该嘛是会当。没，嘛是会当啦吼。对我来感觉。是，所以这个彰化吼，祖妈妈这个倒厝的饭桌，佮互你登去到彰化，互你做这个电影这个调查，发现着啥物？哦，我感觉，我细汉诶熟悉彰化吼，只是吼被局限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点上面，譬如讲我阮大诶所在，其他对彰化过去诶历史，我完全拢无了解。是，所以透过这本册啦吼，就继续即个去找找讲较早毋捌找过即个食食诶即个物件。这本册写这本册最大的收获的是讲吼，虽然是在写小食，啊，毋过透过这个小食，我开始去熟悉到彰化，因为有这么丰富的迄个历史甲文化，这拢是我细汉伫遐大，伫遐安遐大汉的拢毋捌的代志。是，亲像讲什么物件，你透过一摆，较早毋捌看过这个小食物啊？食是大部分拢是细汉，因为细汉食的物件就是主要就是干阿肉丸嘛，加迄个阮就是食迄个乌肉面，还是迄个鸟翅啊面，加肉丸这两项物件。啊，尾也发现讲，原来还个烤肉饭。虽然烤肉饭存在中华嘛足久啊，啊，不过细汉从来唔捌拄着讲，甲烤肉饭当作是点心来食，食点心一定是想着肉丸加想着面。啊，我拄只讲的上重要是讲，我透过这个食物吼，这个小食去食在中华丰富的迄个人文呐吼，尤其是我细汉都唔捌讲中华有一个像恁大的人物奈何，是奈何，这个阿何阿仙，阿何阿仙是。结果我问我妈妈，我妈妈因竟然拢知影，讲有阿何阿仙这个人。啊，不过哩，我成长的过程内底，竟然无这个人物的存在，是无迄个记忆的啦吼。嘛不是讲无记忆，就是无迄个机会去熟悉，啊，去变作我的记忆。因为细汉我生长迄段时间，我是1960年代出生的人嘛，所以经过70、80拢是阿个算封闭的时代，所以阮拢阮的读册内底拢未去读到讲彰化过去有遮尼丰富的迄、那个好诶人物阿个历史存在。是透过伊这个文学作品内底，你嘛阁看阁一摆啦吼，看到这个彰化这个食食的这个。因为迄当阵上主要的是讲，我就好奇讲，遮个食物吼，遮个小食诶历史到底是甲倒位？敢若我细汉的时阵无，也是讲凭我细汉搁较早的时阵有遮个食物。啊，迄当中我想到的方法是讲，我去翻，就是那阵我古早的十四下咧写报道的时候，拢会去先去找资料嘛，找文献嘛。啊，所以迄当中我就想讲，我嘛来翻一寡日本时代的文献看嘛，看会出现着肉丸啊，迄个面迄类的物件无？啊，搁想着讲。搞不好文学作品内底嘛出现呐，我开始去找讲日本时代彰化的作家内底诶迄个小说还是迄个作品内底是毋是有出现遮个食物，就是透过这条食物当作我的一个通路，一个引导，结果开始发现讲哇，彰化背后有遮尼丰富的迄个人文资产，嘿，而且就感谢讲彰化遮个文学家文人内底啊，尤其一个杨守义，他原来嘛是一个吃货，伊个日记内底嘿，日记内底啊，还是小说内底拢出现足侪小食的遮个食物，拢是伊个足重要的一个描述的对象。是，所以如奈何啊，奈何也好啊，是讲杨守义，这个因这个笔下啦吼，你看到什么？其实吼，杨守义的除了伊个日记无毋对了，伊就是真实存在，伊就是会去写去食中华遐小食啊。其他遐小食若出现伫伊个小说，其实因为小食就是一种很庶民的物件嘛，吼啊，拢是小贩打咧路的卖。古早的肉丸嘛是打咧画小肉丸、小肉丸甲小肉粽艺术工，所以拢是足底层的人的一种食物。啊，杨守义常常会借着食物去呈现迄个时代，伫街仔头啊，咧走撞、咧卖物件的迄个小食的人，
去咧找日本警察，嗯，啊，其实伊是照着因来咧，反映迄个时代哦，底层里迄个殖民统治之下的一个生活样貌，嗯，所以我是觉得透过他的食物引导，然后除了认识迄个日本时代有因的存在，嘛，去熟悉日本时代诶百姓是安那生活。是，你讲较早哩。过去嘛是爱食肉丸嘛，食这个面这个部分，其实搁一届当较强化，你就认捌到搁较侪无同款的。细汉时阵无看过这个物件，搁有啥物无？其实中华的迄个就是讲吼，伊迄个他伊嘛算一个两百几年的古城嘛，虽然遐城门啊、遐城拢拆了了去啊，啊，毋过迄个其他遐街道啊，拢是要维持原来迄个样貌。嗯，小城你感觉伊无改变，其实。你感觉伊无变无进步，就是因为伊无变，所以把遐古早物件拢保存落来，包括食物，我嘛是感觉讲伊无啥物改变。虽然尾啊有足侪外来，就是较现代的食物出现，啊，毋过我觉得伊的小吃东西，我细汉食到的物件，其实拢要滴咧。嗯，除了我想到迄落烤肉饭，较早是食饱的，啊，即马变做食卡。是啊，我感觉基本上大部分伊无虾米改变，嗯，然后啊味道拢还保持着古早味。所以嘛，感谢讲，这段期间以来啦，彰化豆豆咧发展，也阁保存着伊较原来这个，这个样啦吼，无像着讲这个大都市可能一变，嗯，一改这个食物嘛做伙咧改去，因为对着这个西化这个部分，可能这食物咧变嘛是也阁真紧，啊彰化也阁保存着这个原在的这个好味啦吼，甲这个好素材等等啦吼，咱继续来讲，就是讲你头拄仔讲着这个烤肉嘛吼，啊，阁有这个甜的，人咧讲咸的食完爱食甜的，甜的嘛有真侪部分的，对不？对，就是鸡仔头，就是。因为古早拢有咧卖迄啥物鱼仔汤吼，土豆鱼仔汤，其实我嘛是透过鱼仔汤去熟悉着奈何，因为我就想讲奈何诶文章内底冒出现伊怀念的迄个鱼仔汤之类的，就是从这方面，古中华拢是要保存着古早蚵仔饼，吼古早蚵仔饼，我细汉食蚵仔饼嘛是要伫咧迄种要去保存着古早味。啊，嘛是阁有迄落一挂甜点老铺，吼，诶饼拢是绿豆椪，即马过年要搞啊绿豆椪。像彰化虽然即马大家拢去食彰化迄落蛋黄酥，按古彰化还阁一个古早味的月饼，就是芋丝饼，吼，迄个芋用芋啊，迄个季芋啊的迄落刚好中秋嘛是芋啊咧出，大春的时阵，所以彰化有一种月饼是叫做芋丝饼，啊，迄嘛是有一百几年的历史啊。是，所以安尼看起来，咱头先讲的，最开始讲的，这个台南讲伊是好食米第一名，这个彰化嘛要拼第一啦吼。其实咱国讲到这个，其实这个田野调查这个期间啊吼，上辛苦还是上艰苦的所在是伫倒位咧？哦，好，我讲小食好啊。我彰化，因为我已经搬离开彰化嘛，啊，为着要写这个彰化的小食，回去，迄超两三年的时间，就常常回去吃。啊，一项物件可能爱食足侪遍的，尤其像烤肉饭。嗯。我迄当阵拢是招我的朋友，也是阮家的囡仔哈，对我去啊。吃的时阵，我拢食一嘴尔，剩的就互因食了，对吧？因来台南替我食安尼，啊无真正会扛袂起。美食节目真的真艰苦。是啊，像肉丸啊，因为我拢无甲因讲我咧啥物件，啊，我拢是因去甲因开讲，啊去食，啊会豆豆啊问，豆豆啊问。我会记我迄当阵去问迄落肉丸的时阵有一打，因为我大概因为我有看过资料嘛，知影讲伊还佫有老爸，啊老爸。古早诶，有人甲做过田野迄个记录安尼，我想讲，我唔知道有机会会当去问到伊的爸爸无？啊，伊迄个头家因的打真好，啊老头家的面拢有一点仔臭臭，人客拢会安尼讲，因为生意伤好啊。是啊，我拢定下单啊，下晡两点人较少的时阵，我去遐改开讲。啊，伊。我拢一点一点一届去做一遍的，啊一届一届甲问，啊到最后我甲甲讲，哦，我有咧写物件，啊伊总甲我讲，哦，你这个工课我真艰苦吼，啊行几下道呢吼，对，啊定定去甲伊讲，啊做一遍的，甲问会出，
内底迄落。所以就头家面臭臭啊，尾啊面面就较好笑神啊，对不？系对对对。所以这是这个电影调查，这个可能讲有这个成功的这部分，啊有无成功的无？其实像安尼，还不至于，因为我的田野就是拢吼，大部分拢是用开杠。嗯。然后反正你就是爱吼锲而不舍，一直堆落嘛。你今仔问无，啊你只要后一转再过来。嗯。啊，真济你去做田野的时候，你即届找无迄个资料，啊你后届较有耐心的，你搁去，一定互你拄着。是，所以这个就是讲吼，锲而不舍啦，就是爱有这个精神，嘛是较早你过去做这个记者，还是讲这个采访报道累积来这个经验啦吼，就是讲内底。这个辛苦的所在，就是要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所以是吼，这个是说要吃。啊，因为对你讲啥无？尾啊，知影出册啊。哦，因为我尾啊，有一挂店就变做朋友，定来去。尤其中华有一间百年的老店，饼铺新香珍。最后我就是定来去中华，我拢会去找因，嘿，啊去跟因开讲。变做好朋友啊，吼。啊，其实这个过程，因为这个安尼啦。惊大吼，安尼算起来嘛是有偌济店去啊，有正百间无？哦，我应该是无甲正百间啦，彰化市内底我去过的店，无甲正，啊，毋过人来来回回可能有正百间啦，哎，正百间。是，所以这个三当来啦吼，就是阁互你一届，就是重新认捌讲，哎，彰化较早过去，细汉时代甲大汉，可能自这个大学了后，就去你台北。来读册啊嘛吼，所以佫一届，互你认识的这个过程，啊，若有机会吼，佫互你等于佮强化，你佫想要学较侪物件的所在是甚物物件咧？哦，我其实真有兴趣，佮去找古早，就是日本时代啊。我咧问食物的时阵，可能嘛去问到迄段时间强化的一挂文化发展的故事，真希望有机会让佮继续去写遐个对。中华有贡献的文人呐、啊，吼，因的过去的生活过诶故事。是，所以自这个岛书的本岛开始，啊，不然阁写登去中华，啊，然后机会啦吼，阁等于写一届，找较侪这个资料来写吼，这个文人也好，啊，讲这个有对中华有帮助的人也好，啊，继续咱卖看讲，其实啦，你阁有一本册是这个闽南人啦吼，甲这个客人做伙写的这个。客编主语啦吼，咱来看讲这个故事是安怎进行的。对岛屿的餐桌，了解台湾家庭的饮食文化，再来登去故乡彰化，无意中对食物了解彰化的文化发展。陈淑华发觉到，食物不只是食物，是会当连接生活中真济代志的媒介。有当啊，我会感觉客家菜内底，咱这普通讲台语的啊，闽南的餐桌嘛是有啊，吼。到底要哪甲对应起来？应该是一个袂歹的迄落的路会当行。开始接触到客家菜，陈淑华就想，客家菜的料理手法甲台湾菜煮食方式应该是有互相对应的意思。要安怎了解的，就是靠开讲。像你们这个，这用水煮的客语来在讲啥？是吗？客语的怎么讲？客语啊，客语就是水煮粽啊。水煮粽，刚好那个干咩？沙，台语来。沙就不是水煮粽啊，不是啊，要煮才是啊。沙就是，穷问的公这是沙。对啊，那台语就是这样。台语说沙，啊，可是客家话里面你们没有沙这个音哦。那是水煮啊。哦，就是水煮，这是水煮是翻译吧？水煮是客家语啊。客家语你们就直接讲水煮。水煮粽吗？水煮粽。哦，啊，你们没有那个沙。这个音嘛，一个用十的呀，一个用十啊，啊，一个用十种的。十种的可以这样讲，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可以，哦，对啊，可以这样讲。透过一届过一届对话，访问的对象有总铺师、小食店家、家庭主妇等等，就由听因描述各种菜色，理解到这个人用一道一道的菜来写历史。伊将怀仔听到在煮，伊在煮控吧，伊讲控嘛爱先熬，
那迄芝麻熬熬的，就是用糖水，就是酱油、糖、酒，好让它上色的艺术啦。像这款豆油，伊就是拢无掺色素，所以伊做出来的色袂水吼。啊，所以咱再经过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一炒一个汤色，甲这肉拢甲伊熬熬熬熬，互伊自然拢会凋色，所以等下做出来的肉就变足水的啊。啊，熬这个音，我是感觉那用的熬，就是带有一个炒的动作。爱先把迄个食材安尼，迄落迄糖加豆油啊，豆油加糖水，个啊甲熬上去，扒上去，然后上色迄个动作熬。对这个料理动词发音，会当感受到火势爱偌大，煮的时间爱偌久。这个料理动词不只是精准，更有一种文言文的典雅之美，嘛是足迷人的语言魅力。其实俗话之后嗯啊，写足侪册，啊，这个册，佮有一本册是写着这个闽南族群，佮这个客人族群吼，因这个伫咧煮食的时阵，有挂正百种这个动词啦吼，亲像讲闽啊，还是讲各各种的这个台词啦吼，拢是这本册内底拢佮写出来。迄当阵主要就是因为讲，阮兜就是台语的嘛吼，台语家庭的饭桌的滋味，啊，我足好奇，因为尾仔佮有机会。拄到足侪客家朋友嘛吼，我就好奇讲，因兜的饭桌毋知虾米滋味，就是因为安尼啊，开始去写着这本照片主义闽客料理的对话，所以伫遮嘛认捌着足侪客家族群的这个妇孺。哦对，毛就是开始，因为这写这本册上重要、上艰苦的是讲，我毋捌客话，对客语。就是爱经过虽然讲有成才客家朋友啦，啊，毋过开始要甲因迄落时阵听的时阵，就是真费事，对啊，真了工。啊，因为我毋捌，所以就感觉讲，因咧讲话的时阵啊，出现一寡足特别的，比如讲因讲到虾米鹿茸子，吼，鹿茸子，鹿其实就是烧的意思啦。啊，因那拢会。要讲一下鹿茸子，就是那诶圆啊，吼客家汤圆嘛，圆啊，顶好甲蓝汤糕啊，系迄个土豆灵菇啊，迄种诶。然后咱拢，咱可能是讲食圆啊，安尼就好啊。啊，毋过应该会加一个动词伫头前，鹿茸子。鹿茸子。啊，佫有一种是拄着因，咱就是讲苋菜糋嘛，菜糋。菜糋这个食物，因来讲泡菜，泡菜，吼，泡就是糋的意思，咱的台语的糋的意思。我就开始感觉哦，因的话我足特别的，对我来讲，因为我唔捌，就是特别感觉因特别，吼啊，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我想讲，那按动词来对吼，动词来对去着手，可能会当看到两个无同族群因煮的菜。是，有啥物差别？是，正像我看咧，这册内底有写这个米苔目吼，啊，这个客语用作米奇木，对，米奇木。啊，那动词是啥物？因其实都是咧苔嘛吼，迄个部分啦。咱讲苔，因是讲字。对，米奇木。对，迄个苔，咱的动，迄个苔话算动词嘛？啊，因两个发音无同，这还好，两个同款。啊，有诶，就是对袂啥诶，对无啥起来，就是你上困难诶这所在。对。啊，不要那个倒起来。没那个倒起来，我因为我甲因讲话聊天诶时候，我拢有用录音甲因诶声录起来嘛。啊，当场诶时阵，可能我嘛是听袂啥出来，我就等去反复听迄录音带来底讲话诶时阵有出现着。啥物较特别的厝，甲佫走去甲因问一摆，甲因确认，讲是毋是安尼？你是毋是讲迄？比如讲咱讲杀猪吧，因讲杀，杀甲杀，其实我特别接近。是特别相共。啊，咱讲烫一下吼，啊，因会讲扫，然后第一个扫甲杀，我就拢定分袂清楚。扫就是讲你小可烫一下较紧，时间较短。
啊，三可能是三滴吧，你可能时间会较久的，甲三色啊，所以中有即个差别。但是还慢慢啊，去听迄录音带，因内底讲的是毋是有啥物差别，啊，甲去甲对出来。是，所以咱讲吼，即、這个内底啦吼，就是讲即本册内底有接几百种，有动词，有可能正百个了嘛吼、啊，内底就是讲其实代表是即、這个。做食的人吼，伊这个动词是安怎用，代表这个菜伊安怎料理，拢有伊的这个功夫在。啊，其实你毛讲着，这本册内底其实拢写的是，走入去因的生活，走入去伊的灶口位，是开讲开诶讲出来。啊，内底卖使看到因的这个故事在，对不？对，因为是因安尼讲，尤其台语这部分，我本来计是讲，哦，我就是自细汉讲台语嘛，我一定拢听有啊。结果因定定。透过这个过程啊，去田野跟开讲的过程，我发现讲，哇，其实台语内底有足侪足侪，我嘛是拢唔捌听过，我嘛拢唔捌的。比如讲，咱拄只聊天的时阵，讲到一个熬，熬控，要煮控嘛的时候，爱先熬的，用藤去敲是吗？熬意思是其实台语，这是尾啊。听足侪人啊，家己去遐分析讲，啊熬这个，伊讲到熬的时阵，应该就是讲。有炒的迄个动作，吼，爱甲上色啦，就是爱有糖，啊，搁有豆油，甲迄肉先熬熬的，吼，上色，伊又甲搁去甲慢慢啊控，啊，再这边的控嘛，伊是控嘛中间的一个过程，好食色啦，对，食色，嘿，安尼，嘿，啊，就是，这我细汉嘛是拢毋捌听过，啊，熬嘛伫迄个西地遐有听过讲因。咧卖麻糍，啊因爱麻糍有通爱掺迄个土豆糖粉嘛，是啊，伊讲因迄糖粉爱先熬过，熬糖，熬糖就是爱先甲糖粗糖熬做糖粿，啊伊又甲佮互伊结晶变做幼糖，所以变做一个过程，就是要变做糖粉的时阵嘛，是爱有一个熬的动作，所以足侪咧问的过程当中，就是定出现一挂我细汉嘛拢毋捌听过，是。所以主力这本册内底啦，看得到就讲啊，四十几岁啊，甲八九十岁这个女性这个代表，因做料理啊，是讲做食食这个部分。其实咱嘛知影吼，伫日本时代开始啦，是到这个战后，其实咱来讲多姿赛拢是查甫人较侪。啊，其实主这个这本册内底会上看到这个女性这个煮食的典范伫内底。哦，对。因为我家己咧采访，我嘛是感觉讲，我若去问到查甫，查甫因的身份大部分拢是多姿赛，家己来甲我讲。是。啊，问到女性就是家庭主妇，啊，毋过过去因这部分拢去用忽略啦。嗯。啊，我刚家问的过程，因大概伊迄年岁较侪吼，通常要家问的时候，拢爱先用开讲。嗯。啊，先问讲你细汉啊，你有食过啥物菜？啊，你有啥物菜是你妈妈会煮的？啊，伊开始讲的时候，伊就变得会去回忆着，想着古早伊细汉的时阵食的菜。啊，你问伊啥物安那煮的时阵，遐动词就造出来啊。哦。你绝对无可能遐问讲，哦，杀是要杀啥物？安尼开开问，真钱是要安那？大概是问袂出来啦，因为一时想袂出来。你只要甲伊开讲，是咧讲这道菜要安那煮的时阵，伊自然。过程当中，伊就出现遐，比如讲熬，就是伫迄个过程内底蒙出来。因为我家己嘛唔知影有熬这个音，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蒙的过程当中，因讲到这个，我才知影讲哦，有这个词的存在。是，所以这个二十外的人吼，这个你找来二十外的人代表的，就是无同款的这个故事啦。啊，倒一个是你印象上深的。印象上深，我就是听到有一个出生李林的迄个一个妈妈欧巴桑，啊，伊咧讲到伊少年的时阵，伊咧做未来的时阵啊，啊，伊有食迄个麻油鸡，啊，迄麻油鸡，迄当阵是伊的大嫂啊替伊做未来，啊，装卡嘛吼，就是惊麻烦嘛，一届抬两只鸡，啊，因大啊，不过两只鸡抬落来以后啊。你一家无现家，是不是会较歹？伊当初阁无虾米冰箱，会歹去。所以伊讲，因大嫂会先改迄个鹅，第一下嘛听无虾米叫鹅。是鹅其实就是搭的意思，加迄个叉和搭，整个搭，竖和搭，是叫做鹅有搭的意思，吼。
啊，我第一个嘛听无，啊，不过伊讲到这道菜的时阵，其实是很心酸，因为伊感觉讲伊过来明明就是应该食麻油鸡，应该是感觉足愉快的一个食物嘛，啊，伊讲迄二鬼麻诶鸡肉就变得足涩的，啊，食到要食的时阵，甲剁一块肉落去煮。诶，系面线落去煮，啊，结果迄个肉食起来涩涩嘛，拢会塞牙缝。哦，啊，伊就感觉其实伊想到未来是感觉真心酸啦。嘿，对，真心酸。嗯，结果就是常常安尼甲因开讲的时阵啊，诶，过程因会去讲到因的故事。是。嘿，然后这个妈妈，这个儿对我来讲就是啊，我就去想到讲伊过来的时阵食一种麻油鸡，互伊食甲迄个塞牙缝啊，互伊安尼真艰苦，带着心酸的迄个记忆的。记忆是啊，其实除了这个故事，其实嘛，我知影你有写到一个这个伫中华卖这个灌大灯泡的，嘿，这个嘛是有一个故事，伊讲这个一年冬天啊，拢卖无用。嘿，对，阿姨甲讲，伊过年，这个妈妈已经过身去啊，所以我感觉就唔甘的，迄当阵未记佫甲问较济。迄当阵伊就甲讲，伊过年的时阵啊，因兜无论如何，伊拢会炒芹菜。啊，我古早哩，迄个册内底啊吼，看到讲过年要食芹菜，因为就是较勤劳，勤劳，伊甲迄个勤甲。化作勤劳迄个意思。是。啊，不过这个妈妈伊讲，伊食芹菜是为了要轻松。轻松哦。嘿，伊讲一年到底，伊最后无论如何，拢一定爱炒芹菜，煮芹菜来食，安尼过来一年才会轻松。所以听了你嘛是感觉足心酸的。是。嘿。哇，所以自这个故事内底，当看到。各种这个女性吼背后因真大这个故事伫个，啊，其实你要完成这本册，头拄仔讲了，你是一个这个台湾人啦吼，还是闽南人，啊，要行入去客庄，啊，要甲因有盘乱季节，其实嘛是一大这个过程啦。啊，其实对着这个，若是讲要去闽南人这个部分，其实嘛有一个朋友。大家拢熟悉的朋友，对对对，对，昭华是，就是咱大福普罗拉斯，对对，这个台语做书人，这个得主了哈，昭华老师，就感谢伊安怎讲？系啊，因为我来去屏东的时阵啊，要去伊个潮州啊，去方面，伊除了甲我介绍，啊，佫会做我的司机，做司机载我去食好食的、好料的，是，就又比伊个潮州遐的小吃啊、小食啊。我那去伊拢会甲讲，我倒有较好食的。所以伊嘛帮助你真济，尤其是台语这部分哦。对对对，有一寡伊我嘛唔捌咧，我嘛会甲伊请教。所以伫家你甲伊学足济啦吼。嘿，感情安那？啊，除了是做你的司机啊，做你的迄、那、落、個。哦，应该算袂歹吧？真感谢伊就对。真感谢伊啦吼。啊，其实安尼看来，咱头拄仔讲这本册啦吼，照编主语。这个闽客这个部分，其实嘛是讲到这个女性真大这个背后这个意义。啊，对你来讲咧，就安尼行来，你看你这个报道人生啦吼，从这个中国开始，啊，佮转来到这个直接到这个原住民文化也好，啊，尾啊写到这个食食的这个部分来讲，你安尼一路看来，你的人生咧，那用简单的两句话来讲，你安怎形容咧？哦，我是感觉我是算幸福的，因为安尼一路走来，最后会当靠到这食物。食物其实是，但是对灶卡内底咧煮食的查某人来讲，其实是因付出足济，啊，毋过过去拢无人去了解到因。啊，我感觉我会当借着这食物进入因的生活，吼，去了解到因。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愉快的，因为会当食，无论安怎来讲，迄个过程就是感觉你大概拢会去食到一种对我来讲，遐食物拢是足幸福的。因为拢是因有付出伫去内底，灶卡内底流汗，吼，煮甲足艰苦的，啊，甲煮出来一道菜。像阮妈妈，阮家的菜嘛是安尼啊。自细汉，阮妈妈一年355天，几乎唔捌休困过，拢伫灶卡内底咧无闲。安尼，阮到当堂啊，三顿拢食个，虽然无算澎湃，啊，毋过嘛是算个丰富啊。对我来讲，丰富着我的胃嘛，丰富着我的人生。是，所以对你来讲，
就是看到幸福啦，啊嘛是其实嘛看到足济即个查某人艰苦的即个过程。那来讲，今日非常感谢啦吼，陈淑华老师会当来到咱节目现场，淑德淑生报导人华美料理球队会，今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会再会。非常感谢，谢谢，多谢多谢。所以你等下嘛是。